再来这，我算是怎样？我是共患牛头党的白石年七月二十四号 ，Ray 今天爆单爆单，15:25出牌是223次哦 ，Ray 王发车，今天上线刚好，加一等用七二七七二八阿佛全特，以及跟那一台列车叫白星双单运行，哇，这也太酷了吧！两台车竟然给我双单运行，一个是从基隆开出来的，一个是从沿线开出来的。230的方法怎么？我讲要用车进去，按车把门冲。来了来了，区间车，1215次，还有7度。你说一下谁啊？门左右914圈车，保险230次，因为误点，所以导致于两台车列车双单引擎进站。就是机龙发车1215次，机龙发车将秀安线看往7度的。你说一下谁啊？门左右914。区间车，一台是223次瑞王发车，将三千港加一的，用7272728阿法圈的，在8堵7堵间双单运行，哇，超酷的，啊、好久没看到这种画面，超感动嘞，啊，914，哦，223次，现在快速的跑掉。926今天有一个门开启，23次在汽油站行车，汽油站到了，哈喽，双单运行，依然现场哦，1215，因为多亏今天223误点，超感动，超感动。然后说很久没看到我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我说又有什么好料要给你看？应该就是在你车库对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所以你不是说要去吗？哎啊！竟然被你猜对了。真香。关闭车门。我七二七三七二八八，全都223是不是？发车就欢迎我加一。那我先给你看一个东西。你好，这是我的名片。这是我的名片。还可以自己。吓到你。我会吓死你。这是我的名片。哥哥，你有五眼吗？还是三条线？好的，那个之前啊。说中奖，当然之前啦、啊。活动看到他本人就是要。说，请问可以给我一张吗？那不是花车的那一次那个。不是啦，昨天他在上学嘛，但然后问他说啊，我就看他铁道迷，说哎，可以给我一张吗？然后那个就给他一张，有没有？人很亲切，懂吗？他人很亲切。到了一步吗？然后说明年，等一下哦，1215怎么还不进来？超慢的，刚过分，给我减速。对哦，那个要进站。对啊，怎么可以减速嘞？对不对？我的意思说他刚刚干嘛减速了？对，我累了这样。1215进站哦，914圈的，看我7堵。啊，智商哥要来吗？啊，差不多好，谢谢各位大家。